特首辦主任梁卓偉。前特首辦主任譚志源。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及多名禮賓府的職員和駐守禮賓府的警員拍手歡送曾蔭權。香港是我的家，能夠服務香港市民是我最歡樂、最大的歡樂，能夠成為特首是我畢生的榮譽。在過往的七年，我和香港市民過過的日子有喜有悲，有喜亦都有跌，亦都有成功，亦都有失敗，但是我一定不會忘記。曾蔭權沒有回應記者提問，和太太坐車離開。曾蔭權又說香港的未來充滿挑戰，他希望下屆的管治團隊可以帶領香港再創高峰。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子宏報道。